我想好了不吃，那要不吃晚饭我再来一点，反正肯定不吃晚饭。咱院就你一人吃了今天晚餐，我本来也是不该吃，我非常自责的还在往里加。月月，我给你做的那啥、啊？哎，他不做了，这太好吃了。哎，你过来，你不吃吗？晚上这是香辣锅，很好吃。你看我一合计，你就能剪出来打脸视频，根本没人剪我。老年人，啊？怎么来了？姐姐，坐会儿。哎呦，你怎么来我们家啊？我特别喜欢，我很荣幸。哎，这是你的饭是吧？你来我们可开心了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六号屋的车上面也有流苏了，他们从我们的车上面找到灵感。没有，我们是看你那个报废了，不要，我们废物利用。然后从我们车上面拆线。No， 不可以，舒淇就是你是女神也不可以。不是我，那不是你是谁拆的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，我只拿了他黄色的坐垫。那是我们没用的，都没用上。饭了，麒麟。哎，姐姐，你怎么来的这么是时候？我刚做完饭。就是不是你家就一道菜啊？那几个这其他人呢？他们咱们先吃吧。就看让我姐先搁这儿累坏了。不是别我不合适啊，我这人家都没到呢。汉哥马上来。那个就一个菜啊？是吗？那这一个就是登峰造极，这贼好吃，我先炒的。妈呀！上家看看来。常回家看看，看哥，来。常回家看看。哎呦，够丰盛的这晚餐。当然了。是呢，我也是跟这相面呢，我也是。这鸡蛋不是很好吗？没说不好，姐。我今天炒的也很好吃。挺好。我觉得你们录完这个节目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想吃鸡蛋了吧？不会啊，怎么可能呢？孟姐做这么好吃。这鸡蛋做的真不错。没事，吃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。好好享受现在，明天又有新的期待。